Hello，你那这桌子真的很好，可是我组装的不够扎实，我是豆腐渣工程，我的豆腐渣组装，哎，我发现我的电脑包是不是已经脏掉了？你看它，You look。你看它已经黑黑的，哎，你们是不是没有看过它？还是有？我忘记了，它黑黑的。哦，这只是一个形容啊。Hello。哦，对，好像没有拿出来给大家看，我笑死。那这个有看过吗？我帮它装了一个壳，然后没有透气孔，但是我最近在使用上啊。就发现好像有的时候还是会荡荡的，上次就有一次我在用它就很荡，然后就是我播放音乐的时候它就会顿顿卡卡的，就是音乐本身就顿顿卡卡的。后来我就上网查为什么我播音乐会把我会卡卡，他们就教我一个什么啊？好像是叫我清除了什么东西，反正就类似那种清除、缓存之类的，然后就好了。所以我还是不能开太多分页，这令我感到很难过。说好的 MacBook Pro 呢？你 Pro 在哪里？都不让我开很多分页，我难过了。我要播音乐了，我差点就忘记。叮，什么？真的有这么那个吗？这么运气这么差吗？好，可以开31个分页，为什么我不行？我真的觉得很难过。原来刘海有点卷了，要剪了。对，我好像也差不多到该离职唱歌时间，但是。我上次是说10几个，那我最近是只要开10个以内，但上次就有点卡了。后来我就是看网络上写说清除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它就好了。其实现在说不定能开10几个，只是不知道。是的，是只有8G，我是要买贵一点，就很贵啊。可是它都已经是 Pro 了，现场实验哈，我来开个分页，开个分页是开一个新分页，这样也算吗？还是一定要点一个什么东西让它动？都是很普通的网页吧。哦，我今天11点才要交一个作业，我现在突然发现，不是影片啊，我影片只会用一个，幸好我没有把这个分页关掉，不然我会完全忘记这件事情。太棒了，这应该不是一个很难的作业，却又很难，你知道吗？哦，好，11点没关系，我还有3个小时。真的假的？可是我就不想要买太贵啊。没有，现在开始，我们从现在开始。好，其实他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表单，然后他问你说感兴趣的社会学文本，就是。你感兴趣的一个
社会议题之类的，但是呢，你要帮他想一个标题，还要想到他对应到什么议题，还有他想要探讨的核心问题，还有跟自己的关联，然后要想三个，没想法。对啊，三个小时已经很多了吧？三个小时对我来讲已经超饱多了，好吧？一小时想一个，好哎、欸，想一下有什么？哦，可是他说他会照这个，就是你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然后他会帮你分组，就是分一个跟你有大概同样议题的人分在一起。要怎么样才能分到好组员呢？好的组员，好的组员都会想到什么样的议题呢？想不通。好组员都会想什么议题呢？可是你英国女王，你要探讨什么？你的标题是什么？你的面向是什么？他给了一个例子，我来念给大家听。文本标题：谁是重考生？以大数据行政资料检视重考趋势、考生特质及领域偏好。然后文本对应的面向议题面向是教育、性别、阶级、城乡平教育、城乡教育、教育不平等之类的。然后文本想探讨的核心问题：重考生真的越来越多吗？这些重考生是谁？他们的现身反映了什么社会现象？然后还有此文本与自己的关联，因为自己也是重考生，一直想知道社会中还有哪群人跟自己有类似的经验。要想三个，不是三个问题哦，是三个重复的东西，就是你要回答三次这一组问题。豆腐渣工程，豆腐渣工程感觉超难探讨哎。豆腐渣工程要怎么探讨？一定没有人会跟我一样去想什么豆腐渣工程，还是大家也想要地震？比如说，因为最近一直发生地震，有些房屋很容易就倒了，所以我想探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豆腐渣工程？可能这种事情哈，不是豆腐渣工程这个议题，就是一个你没有办法去探讨跟解决，因为它这个就是，就像你去探讨仿冒品这件事情，就是你无从探讨，它就是会一直出现的东西。然后你去统计它的数据什么的，好像也没什么帮助。对，就是这种事情就已经是涉及到我无法管辖的范围。反正他就说，就是你，但也不一定啊。等一下，饮食产业的，哦对啊，早期房子没了。但如果我要针对豆腐渣工程，我就不没有办法去，哦也是可以。是蛮多的，但是我来看一下他有没有给我一些什么，提示，一些想法，可能有，我来看一下。哎、欸，他应该会有跟我提供说我可以参考什么样的范例，我猜他应该会给我提供几个议题之类的吧。但我现在只是要很初步的
阐述出我自己有兴趣的议题而已，所以也不是确定就是探讨这个文本，好像也不用这么慎重。够啦，我觉得他不是要我一定要想得很艰深，或者是一定要做得很完整，他其实只是想要让我让他就只是想要知道我有兴趣的社会议题是哪些，他就可以帮我分组，帮我分到跟我有相同兴趣的人，这样。我平常在看新闻，有啊。好难，我要问我同学，我要问他选了什么样的议题。我要问他，我是一个，那我现在，好，算晚一点，我可晚一点来不及了。好好笑，这件事情发生的非常突然。没有，我其实只是想要知道他是哪一个议题就好，我没有要跟他写的一样，我只是想要问他写什么议题。他进不去什么？对啊，对啊，就是因为如果我要想要跟他们同一组，我们就要讨，就是要有相同的议题。我有朋友，哦，不然就靠命运啊，看我们可不可以结交新的朋友。但是呢，又觉得万一遇到不好的组员就完了。没有，他就是要相同一题同一组，你们才可以一起找出一个你们要探讨的东西啊。没有，他出这个作业的用意就是这样。嗯，社会议题，我没有喜欢，谢谢旅伴送的香槟。你在旁边是躺平的，是不是？谢谢旅伴送的香槟。耶！我的音乐怎么停？有，他在动。谢谢旅伴送的香槟，哇，好多香槟！旅伴今天是中奖了，是不是？谢谢旅伴。你要用实际行动教女儿什么叫躺平，你看眨眼，他发财了，这么好。我不是之前说大家中乐他要分我一半吗？不用很认真，也不能太不认真，你懂吗？就是一个好发挥，又好发挥就好。全部给我，真的假的？
想想呀。多元入学是否造成入学机会不公？剧场在哪里啊？说到好料，我刚刚买了这个，刚刚在回家的路上买了这个柠檬塔跟巧克力塔，大家可以猜它多少钱？平常遇到的事情，我人生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是没错啦。但我现在也要先生出一个东西。对，答对了100块，很便宜吧？一个50，怎么可能两个50？你是活在民国几百年、几十年，现在没有这个价格了吧？这很大一个吧？这很大一个哎、欸，一个50，两个50，太难了，买不到了，在那个台北市可能买不到了。没有我脸的一半大啦，反正我就之前就有看到，觉得它是一个小小摊子，就是它摆一个玻璃柜，然后里面放了很多种口味的塔。这是巧克力的，这是巧克力的。对啊，这很大一个。这是反正就是之前看就有看到它就是摆了一个玻璃柜，然后里面好多塔，看起来就很好吃。然后今天有人经过，就再买一下，不错吧？柠檬塔，阿Ben要卖那个，他要卖柠檬塔，你可以礼拜六卖柠檬塔。对，我买了一个，这是柠檬，一个巧克力，不知道好不好吃，一个可以明天早上吃，我们可以等下就把柠檬塔吃掉。嗯让我们有那个，让我们有什么，有精力可以想题目。这不是联合，它只是小摊子。我也不知道它几拜几会出现摆摊，反正我今天有看到它，我就买了。Ben Mi 哦 ，Ben Mi， 想一下，右边吧，哦，你们的左边，我的右边，又是右边了吗？也不是车子，他就放了一个玻璃柜，可以推来推去的玻璃柜，然后柜子里面很多这个，你们的左边，我的右边。我的右边，讨论要按着，这个感觉太无法。我想一下，我大概就会想到了。我大概就会想到了，不知道哎、欸、，I don't know。拿个卫生纸给我好了，我要来吃东西。其实你哎，对，我旁边有卫生纸。来吧，我们来吃柠檬塔。刚吃饱。哈
讲出来。我需要激发一点想象力，是我的超能力。好大一个、哦。对啊，饭后甜点。做有点看你像你想关心你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Oreo 还是巧克力还是什么，这个议题太艰深了，但是它会掉屑屑。这个，应该是鳄鱼啊。对，它其实应该，对，它应该说是蛋挞，它应该是各种口味的蛋挞，然后是柠檬口味的蛋挞。它吃起来比较像蛋挞，因为它的柠檬就是上面很薄一层的，就是它只是一个口味，它应该这算是蛋挞，不是柠檬挞，没关系，但它还是好吃的，因为它下面的吃起来是蛋挞，上面是柠檬口味这样。它是柠檬口味的蛋挞，它是柠檬口味的蛋挞。真的是蛋挞，这边是蛋，这里是挞，我是柠檬。还不错，那柠檬味道蛮淡的，也没有很酸，就是淡淡的。柠檬味其实蛮淡的，如果跟蛋挞配着吃的话，它的存在感就没那么高。913，各位，我昨天喝了913，然后因为昨天好忙，昨天很忙，然后觉得自己需要一点犒赏，我就那时候从我这里放学，然后我要去公司，然后我就先用那个Foodpanda外带自取，然后我等下就不用等，然后我就点913鲜奶茶加珍珠，然后结果后来我发现我点成奶茶了，不是鲜奶茶。我想说，因为奶茶913奶茶加珍珠只要80，但是鲜奶茶是90。我那时候就点的时候说，奇怪，怎么比上次便宜10块？还是用 Foodpanda 比较便宜吗？反正我就没有那个。我就没有想太多，我就点了。然后我发现我后来点成奶，我发现我点成奶茶，可以。我觉得喝起来没有差很多，但还是有一点差别。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鲜奶茶。对，以为是小轩，就有时候我自己点错。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没有很 care， 就是鲜奶茶跟奶茶健不健康什么之类的这种，你就可以点奶茶就好了。但如果你是比较在乎不要喝奶精的话，对，就是会有一点点奶精，但真的很没有很多点，真的一点点而已，就差那么一点点。
就你鲜奶茶喝起来就是有那种鲜奶的浓醇香的味道，啊，奶精就是有那个奶精的厚奶的味道，就是有一个奶精味，但它奶精味也不会很重，也不是那种很感觉很也不是那种感觉很廉价的奶精，是还不错的奶精。对，会比较浓，会比较浓，奶茶比较浓一点，鲜奶茶就比较淡一点，蛮多点的十点。对，珍珠，对珍珠才是一个最棒的东西。鲜奶茶这边对畜牧业的影响，它还是好喝的，还是快乐把它喝完。然后我就昨天我就放学，然后我就去公司，就买了想喝的饮料跟想吃的晚餐。但我以后可能不会再买那间了，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太胖了。但我因为我很久没有吃那间，我就想说，我想要吃一下，吃一个回忆。我没有喝过陈茶的，我吃一个回忆。但是它还是真的是就是分量真的没有很多，虽然我好像吃没有吃完，但我就是觉得它没有给我那个幸福感，没有给我那种满满的，没有那种饱足感。怎么会因为太胖？我不要啊！我觉得好啦，我有机会再喝。对，我买的是回忆，但你知道它就是一碗面要190。我以后不会再买这么贵，我下次就吃小圈门就好了。小圈门真的是最便宜的。经济实惠一点，我买的就是一个回忆，一个快乐。因为昨天放学之后就去公司，然后就一直到练到11点才回家，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要有一点鼓励，我在鼓励我自己。我超级有犒赏自己的心，我对我自己超好，我对自己超好，我是一个很爱自己的人。对，真的就是蛮行程蛮挡，继续吃。我觉得每天犒赏，我今天犒赏是这个。所以你今天没喝？通常有表演也会犒赏自己，反正我对自己很好。我会让自己吃想吃的东西。笑死！对啊，没有，你知道那次我以为，因为那个表定呢是应该9点就要结束。我以为我9点就可以快乐的回家，结果殊不知我们拍到了11点多，结果12点才能回家。谢谢。不要买手摇。我今天已经吃柠檬蛋挞了。没有，我没有闭眼啊，还是其实是我，但我觉得我没有。
这个就是比较麻烦的地方，大家都辛苦了，谁也想不到会这么久，大家都想不到。对啊，没有想到，意料之外。什么议题？教育，教育，探讨教育。108课纲对于考生的学习历程，对于这蛮丰富的，政治不想碰政治。自主学习就是算是学习历程的一环吧，应该说他的本意是本意良善，但他没有做出一个好的实施方法，反而本末倒置，也没有到倒置，伪倒置。我觉得，但这种问题感觉就很多人探讨，但我现在也不是要想我最终的期末报告，所以我好像也不用这么的纠结。就是我现在也不是在想我的最终的期末报告的题目，我就不用这么在乎它到底是不是非常具有独创性。不一样啊，时程不一样，而且做的东西也不一样。像我们是做完学习历程，还是要做背试，两个是分开的东西。不会啊，还好啦。文本标题，繁星，我就不知道哎、欸，他还是不知道会有。应该还是有类似自传的吗？我不确定，因为我不是繁星啊。但有的时候还是可以探讨一个比较特殊的议题的更好。这个真的不是我能探讨的问题哦。那没有啊，我只是想起来，我上次有把那个饮料放进冰箱里。大家加油哦，要撑下去，我们要努力撑下去。我不能垮，虽然垮了也是能垮啊，但是，最好是不要现在垮。大家加油哦，再撑一下啦。好像也现在撑不下去也没关系，但再撑一下哦，笑死。好精准的计算，我要讲什么？我还在想我的108课纲，我108课纲要如何那个，要如何想去？我今天喝这个，它这个的红茶真的很好喝。我
推荐他的红茶，因为他的无糖，这绿茶的红茶都是无糖，应该是对。然后他的红茶虽然是无糖，但是喝起来就有一个回甘的味道，因为红茶无糖通常真的很难做到会有那种甘甜味，对。但是我说对，顺便来讲一下他的红茶，我现在拿的是绿茶，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红茶，但我没有在业配。然后有，我其实也蛮喜欢喝美昭红，虽然它这个 没有特别的有味道，但就是喜欢。反正我觉得它的红茶是我喝过无糖红茶中最有味道的红茶，它就会自带一种甘甜味。推。绿茶也不错，就是顺口的绿茶，无糖不苦涩，滑顺甘甜。推推无糖绿，无糖绿赞。我没有在拍广告，我也想要拍广告。我觉得我以前就很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拍广告，就是那种电视的广告，就是你就看到我一个人在电视上面把介绍某样产品之类的，但是这个愿望一直都没有办法成真，可能也没有机会成真。这个不会涩涩的哦，这个茶不苦涩，我其实都可以，不要拍太奇怪就好了，就是都可以。我以前最想拍的是那个，之前小时候看过一个广告，是那个圆珠笔的广告，然后好像就一个女生在那边跳来跳去，我就觉得蛮可爱的，应该是，对，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圆珠笔的广告之类的，拍吃的也是可以啊。医疗器材哦，那我要怎么做？其实我已经都可以了，因为。我也没有选择的权利。Keep a steady partner. 不要拍快餐，我侧面太少了，不太少，侧面太丑了。我跟你们说吗？我以前有去试镜那个啊，那叫什么 ？Colorpiece。那没想吧，有点灾难。对啊，但没有上。那现在那广告好像还是有在播，但是我、哦、没有跟大家讲吗？现在都已经过了很久了，所以现在讲应该没差。有啊，没有啊，我不知道啊。但我没有，没有人上是。别人不是 TP 的，对，不是 TP 的人上，但那也很久以前了，好像是我高一的事情吧，因为我也只去过那边。真的、哦，对啊，就很早期的事情，也是有其他成员去，我忘记了谁，但是只最后是其他的人，没什么趣事，就是他就叫我在那个地方，他就先就录，他就给我一个那个什么剧本之类的，然后。帮我在那边放一台摄影机，还有好像还有个电风扇吗？我忘记了，他就吹那个头发。我接不到，我太难过了。还是会吧，就是想说有机会就去咯。大一太青春，不对，大一太成熟不跟青春，
正就是反正就是就是很久以前的事情。真线很棒啊，可是真线的广告不是都是他们那个卡通人物在那边跑来跑去？他们不是有那个卡通人物，就是长就是寿司卡通人物，不错啊，我还可以在真线的电视墙上面。而且我很喜欢吃真鲜，我是真鲜迷耶，虽然我前日子才去吃那个。那个什么，我那天练习中午跟逸云还有阿盘去素吃兽圈狼的另一家我们吃很快，因为我们时间走一下下，我们大概吃了15分钟吃了15分钟就走人了，因为就要马上换我们要跳，所以我们就争取那短暂的时间吃了寿司。对，我吃了4盘。好了吼，哦，因为刚刚牙医打给我，但是我没有接。刚牙医打给我，但是我没有接，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接。其实我要接也是可以，你跟他讲，不然他等下打来一遍。你刚刚打给你了，你好，笑死！马上他的效率也太高了。不是，因为我昨天还今天有接到他的电话，但是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接，对他超认真的，我要叫道具组导给他，他就打过来了，他好棒哦！但是我新的牙套又到了，我已经戴了2年多，我又继续戴新的牙套，我觉得我很那个我又下礼拜三，我下礼拜三没空，我用的淋漓尽致，各位。只有我戴这么久，虽然我的牙齿已经是好，已经好了，已经整齐。下礼拜三没事。没有他还想要再帮我调一下，他说有一两颗还是歪歪的，所以他说他想要，牙医说他想要再弄一个，我已经用很多个了。我总共换了这个第四次了吧，就是我做完一个疗程，然后再继续下一个疗程。但是我用的很淋漓尽致。我跟你们说吗？我上次问他我有智齿吗，然后他就帮我找我的 X 光片，然后就看到4颗在那边蓄势待发，好像也没有待发，就只是在那边我看见了我的4颗智齿。没有，是真的。还没啊，还没长出来。怎么样？下礼拜三，好哦。吃完了，真的不一定长出来吗？我上次忘记跟谁聊天，然后我就跟他们讲智齿的事，然后结果他们跟我说没有，就会讲。
这个到底会讲还是不会讲？我也不知道哎。反正我四颗就是在那边。真的假的？我不想要更聪明。它长出来我就会把它拔掉啊，不然我，对啊，吃完了，好吃，谢谢。那我脸会变大吗？我脸会变宽吗？那如果变宽，我要把它拔掉。那我绝对会把它拔掉，已经没有任何的空间可以给它变宽了。我已经喝绿茶了啦，这已经可以替代手摇，会凹下去，那就凹吧。我非常需要凹的脸，我非常需要凹的脸，我很需要。好，经过了这么长时间，我们还是没有想到。哈？不会吧？会凹吗？他现在，到时候就知道了，可能还要很久，那就不知道。反正我不知道，调查的问题，调查的对象，所以他是要给个调，类似调查的报告。哦，他是想要一个调查报告，所以我这个议题要能够调查。假如说我要探讨108课纲对学生造成的影响，我就要去调查，我就要去访问学生吗？我也觉得，所以我现在应该要。轻松一点，你知道我这个人为什么很常会拖延？就是好像是这借口，就是我每次都会想很多。我只要遇到作业，就是尤其是这种要你去想的东西，我就会想很久，因为我会觉得我这样想是不是不对，是不是不太好，是不是不太适合。我就会想很多，想很多之后我就想不出来，想不出来之后我就不想写，不想写我就继续拖着。这就是我，这就是我，我都会想太多，但我也不是完美主义，我没有完美主义，我真的没有完美主义，但我就是觉得这是不对，这是不对，这是不对，就是我会觉得这样是不是不好，这样是不是不对，是不是还可以想个更好的？但说不定有时候是真的就可以想个更好的。就说不定我一开始的想法就真的偏烂。反正我就是会在那边，这个不好，这个，好了，我现在不要那个，我要直接开始。好，标题。对啊，先求有，再求好，这个是我们高中国文老师的名言。108课纲下的白老鼠，谁？不要，等一下我想想。一百零
学习历程。谁是白老鼠？我不要学他的标题。学习历程。有之后就没有好了。核心问题，我先想一下我的核心问题再定我标题。我核心问题想要知道，可是你只是说108课堂对学生有帮助，这个核心问题真的太普遍了，太没有那个太大众了，这个真的很普通，这个问题真的很偏大众。真的偏没有特色，但我现在真的想不到，所以我只好妥协。你知道，人生就是充满了那种妥协。你发现你自己能力不足，你只能妥协。我想要探讨核心议题问题。对，应该说，没有，也有啦，就是可能有一点，我觉得啊，可能，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老师比较有在追求素养吧。但如果是有些，我不确定，有些可能真的没有很。因为我是觉得我的国文老师啊，国文他真的超级素养，就是他真的叫我们做很多探讨、很多报告、很多讨论、很多阅读什么的，所以我是觉得他真的超有素养。但我是不知道其他的人会怎么样。好，我现在要卡住了。我想要，哦，对，我应该先想我的这个疑问，我的问题意识。我现在有想到一个是关于，就是有些不是会有一些什么学习历程的什么课程之类的，就他会教你学习历程怎么做，不就或是有些不是会说。有些都是叫补习班去帮你做学习历程之类，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东西，但是我现在在想这个，我现在脑袋里的想法是这样，这算是一个弊端吧。哦，自你看导师的教师的影响，这不错哦。动脑动不了。好，我先把它打出来。我这卡住哦。原本的用意是希望我们可以及早探索自己的志向，但问题就是你高一根本不知道你以后读什么科系，就像我高一做的法律的学习历程，我最后也没有读法律系一样啊。啊，动不了了。要讲他的问题。不是，就是没有办法从一个面向就讲，就是他的问题是一体两面，他的问题有好又有坏。没有啊。
好的，我想一想。Like he should have, or at least that's how I thought he should. Since that day, I'm still wishing he would. Life is just 一直如此的在迷茫与动摇，让我思考。我需要时间思考，没有啊，哦，应该是有，应该是有，哎，没有，哎，有，我不知道怎样，我不知道算有，我觉得不知道算有还是没有，应该算有，但是我觉得帮我找到我有兴趣的，嗯，是没错啦，有吧，我觉得有吧。哦，是啦，但我其实做完没有，我也没有，我不是做完才知道自己不适合，就是我不是做完有关法律的学历才发现我自己不适合法律，我是一直到高二才觉得就是太难考，然后才又觉得这个科系好像不适合我，所以我其实不是做完这个学习历程才发现我不适合。这个因果关系也很复杂，这不是因为我做学习历程导致我发现我自己不适合，大概是这个道理，太难了。算了，还是我换一个，不要一米八可能。换一个，我们要见，不是见好就收，见坏就跑，见坏就跑了，不然一直卡着。找一些有什么样的类型？啊，是哦，好，没关系，我们这个先放旁边，我们可以再想另外一个大学生应该关注的社会议题。对，我要找，我就是在找，我还在找经济议题、科技议题、贫困议题、新移民议题、平权议题、生长者议题、同居议题、环保议题。我再环保一下好了，环保最棒了。哎，真的还是真的是没有，或是我可以找一些跟大学生比较关的，大学生好，我应该对好，反正假如说我们第一个议题是从教育下手，那教育会讲到什么？一零八课纲。那108课纲所带来的利与弊是什么？但他只是叫我做一个调查报告而已，我是不是真的想太多了？我现在真的不是什么论文时间，我真的不要想太多啊，太大了，缩小，对，我真的想太认真，我无法控制自己想的不认真，你知道吗？我没有办法想的不认真，我真的是，哦，我真的是想的太多，但我没办法想的不多啊。最简单就108课纲对于学生的帮助，但是受学校评论影响，这蛮不错的，很有趣。刚才我想一下，
对，还没有，但是我他只问我有感兴趣的，但是我他只问我有感兴趣的，但我是真的不用这么有压力，对，我真的不要这么有压力，我人生已经太多压力，不要再有压力了。哪些帮助？我要讲哪些帮助？哦，是要分主用力。对啊，我不是，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这种小东西，我就会想很久。我是受够我自己也好了，就这样决定了，我不要再管了。他这个也不会，他会计分吗？你看他写这个题目没有正确或不正确的答案，试着自己诠释简答即可。好了，郑嘉玉。108课纲。108课纲的，对啊，我在那边弄那么久的利弊不要利的108课纲有帮助吗？然后我又看，我等下又开始觉得我自己标题太烂，然后在那边想半天，有帮助吗？对啊，我这个人真的是受够我自己。对啊，我这个人真的是受够我自己了，不是，我觉得主要是我自己的问题，是我自己要把它想得太复杂，但好像真的不用弄得这么困难。真，一定蛮可能，对，好，有效吗？有效吗？有效吗？有用吗？108课纲有效吗？有用吗？有实质的用处？有。108课纲有。哇，你讲得很棒哎！你讲得太好了！我是研究生，我是 AKB48 Team TV 的研究生。对啊，我现在是大学生啊，我大一。一技能谁的词？我不要，我要问啊！但是我现在联络不到他们。我要用手机，好像也不用那么耸动。我真的对108课纲还好。好，我想一下。哦，只要 yes or no， OK， 就只我问学艺程式。这个跟什么有关？教育没了，没有，我还记得感觉会再写更怂的东西。议题面向教育。
教育，教育两个字结束，好，没关系，它就是只有教育，不用太多。核心问题，学习历程是否有协助？好，是有协助学生找到未来志向，自己是108克的第一，有怎样有卡吗？第一届。对，我在写最后一个，我要其他学生。好了，第一题写完了，再来第二题。有人就会变得很复杂，说的也是。经济，经济感觉很难。可是现在疫情，所以感觉很难那个，感觉很难判断，因为日币贬值造成的台湾人旅日减少。对，但是对，好，快了吗？不知道。教育科技，我已经快烧起来，我的头，哦耶。就是一个快的，就是一要有东西要想出来，那还没的一个刚好卡在中间的一个，哎呦，再给我一些时间，我很快就会想到。
最近有什么新闻？地震，豆腐渣。但我觉得很可爱啊，豆腐渣，这个太困难了，倒的不多还是有倒。感觉没有吼，什么东西，那这是什么议题？哦，哎，这个不错，因为疫情大家待在家，是不是有增加一些，就是什么电商的销售之类的？我热爱读，我只希望他赶快读跟我家，我就很快乐，我就很快乐。我现在没办法投啊，好，来啦，就决定是你了，疫情。疫情下的电商，是否改变了大众的消费习惯？经济，疫情，疫情是一个议题吗？消费。网际网路，网路。我的意思说，疫情它是一个，这个议题叫做疫情，它就是一个议题，或是啊，对，好像也对，也不是医疗，那就是疫，好，它就是疫疾病，疾病啊，好啦，疫情，就感觉很不会把，很不会把疫情讲成一个议题，懂我意思吗？就我们不会说疫情议题。说到医疗就可以讲那个药啊，就是大家一直领药，健保问题。我的意思说，他这个议题面向可以把疫情称之为一个议题吗？我在想。
就是大家一直去领药，大家一直去，大家可能没有生真的生病，但是领药，有吗？有这个感觉。工资哦，我真的不太想要找工资。哦，真的，我都不知道。实体店面销售，反正这个真的不是我要以后要做的报告，所以这个不真的不用写得太认真，真的只要写个大概就好，真的不要这么纠结。我在跟我自己讲话。对啊，现在写的可能以后也不会用到。待在家的生活是否生活就很多人可能对第二个就是很多人可能没病要看医生，可能他们造成了很多的药品的浪费。
对对对，是只是想要去看看医生，还是他真的生病？来，我帮他想一个标题。健保保障了什么？是，不要写英文，是。没关系，我可以再想一个。是啊。他们需要一点人陪他聊天。还是来探讨独居老人。陪他。对，就是那个有没有浪费药？
像，然后关联性哦，常常。没有，就是那个啊，有没有药浪费？好了，真的是已经进入一个出神入化的阶段，我要提交了，快速的解决这个，结束这回合。好，反正第一个108课改，然后第二个是那个。疫情消费习惯，第三个是健保跟医疗资源。好，他现在要考我，请选出含有烟囱的图片。验证，耶、yeah, ！我们已经收到表单了，上传啦，结束啦，耶、yeah!！对啊，我超讨厌做防机器，我超讨厌做防机器人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我好像真的会不小心答错，就是例如他问你有没有红绿灯，然后他可能红绿灯在这里，然后可能他上面有那个杆子，我就想到那个杆子到底算红绿灯还是不算红绿灯，它是红绿灯的一个部分吧。我真的不确定杆子到底要不要按，我忘记了，我好像会按。谢谢阿Ben手真情告白，谢阿拉送掌声鼓励。啊，什么意思？怎么叫做要带向选的猫咪？对，我现在要让我脑袋休息一下。我看一下我有没有什么作业没交。我记得我有一个礼拜四要交的，还好。礼拜四，好，我可以帮今天的那个打个勾了，可以帮今天的那个打个勾了。我放了一个，就是我哪天要交什么作业的一个备忘录，但是。我今天忘记查看它，导致我差点就忘记我今天要交作业。然后我因为上次打开分页没有关，我就发现我啊，好想睡觉，我可以睡觉了吗，各位？明天等明天应该有时间可以写，然后再顺便读个经济学。太晚的时候，然后差不多关，而且不能喝。我喝这个就好了，我喝绿茶就好了。哦，我的口红掉了。明天几点？
十点。没有，因为这礼拜真的太忙了，就是开学加上那个表演就快到了，然后有各种的排练，然后跟对，反正就是不有趣，我觉得不有趣。对了，我现在没有早八，我应该要觉得自己很幸运，我应该要感到很幸福。所以再撑一星期，我还没有体会到，我可能不会体会到。我可以之后再早八，我可以睡觉了，各位晚安。天哪！哦，我真的没时间直播，我很抱歉。对啊，啊，之后要期中考，马上就期中考。我今天是文科考五十音，但是我片假名真的很烂。我明明觉得我记得了，然后我考的时候又忘记了。哈，我一直来都有啊。我有修日文啊。对呀、啊，好难记哦。哦，我没有跟大家说，不是啊，因为我也不想学别的，我想说我都已经学过日文，就是继续学日文，我人生就是一直学日文。我高一学过一遍，然后我那个什么。选上，你知道吗？不是我不要，我已经尽我所能选了一大堆大学国文，我已经，但是那些感觉很难，而且我最有用的就是我最能用上就是日文了，而且以前也有学过日文，所以，对啊，其实我运气已经算不错了，我没有贪呐、啊，我还好好的。我日常生活中可能最有可能用的日文，对啊，就先他最近昨天这个礼拜今天在默写片假名，片假名五十音，充电先拔掉。我知道那是什么，拉拉，哎不是拉，哎不是拉拉，然后有了吗？有了吗？谢谢谁？啊？有吗？有人听得到我讲话吗？那是拉吧？那是拉。欸，他有一个旁边写那个字的，我要看那个字。没有，我日文水平其实一直都很低，你高估我了。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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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然后什么拉，那个是什么？哎，不是哦，呼，对啊，我就跟你说，我就不会骗假名了，我就已经跟你说我不会骗假名。这个是什么？那那那那那那那呀，那那呀。谢谢朱丽叶带你去流浪。我在看他跟那个中文字的那个对应的那个动作。谢谢朱丽恩，谢谢朱丽恩。好，谢谢朱丽恩。哪一个？谁？哦，哪一个啊？谁？我已经脑袋已经停止运转了。哈哈哈哈哈哈！哦，哦，哇，我不能让他赢，谁？我在看那个。片假名跟汉字的那个对照的表，好酷哦！对啊，我就不会，我要思考。He B B Billy Billy。我知道啊，打打一次机，卡，这是什么？为什么突然多了几个我没看过的？我没有看过这两个，这两个是什么东西啊？哇哇哇哇哇哇！我刚不是讲错讲对了 ，Dice Key 啊！我知道砰，哎，等一下，不是，我现在在哪里？卡卡哇伊 ，Key。布林，布林，戴斯基，布林。我知道啊，戴斯基啊，喜欢布林啊，布丁，布丁。我都没有看过这两个，你各位。这个，这个跟这个，我没有在关注它，我以为那边只有蛙哦，我现在才看到他们，蛙行。反正就蛙行的那个，蛙行的 E 跟 A， 蛙行。对啊，都没有看过了。
对啊。好的。难怪我没有看过他们，只是他们刚刚突然出现，让我吓了一大跳。喂喂喂，嘣嘣嘣喂！我没有理他们，我只是突然看到，我才惊觉。喂。Pulling no大油富林喔可以做你的女友吗？这个我知道，我知道歌名，别小看我，至少歌名我还知道。好，反正我很快就会学会的。我平假名 OK 好不好？我这个人就是卡在骗假名，我这个人的人生就是卡在骗假名。对啊，我这个人是卡在片甲里。谢谢艾拉送的凯蒂轩的101。摸美摸。我今天好像有好几个都写错了，就是有那个字，但不是对应那个字，完蛋了！呀呦呦，拉溜雷喽，雷摩哈摩鲁门，我今天没有要看的意思，雷摩哈摩鲁门。会搞混，我觉得都好难呀呀，不行了呀呀，帕里普林。Pulling, p 不是 pulling, 鸡，掐，掐，枪，卡，卡。呀，卡哇，卡哇伊，卡哇伊哟，哈哈哈哈。
我现在已经在看了，哈 ，energy， 我刚刚念什么 ？energy， 哦，他。哎，不是，他 B， 不是 BP， 他 P， 他 BP， 他 P， 他 B， 然后嘞，那个是 O， 他 P 哦，卡，他不要卡，他不要卡。还没有看，啊，我知道你要讲什么啊，他吗？我知道你要讲什么，好，啊，他没有看，他皮有看，他皮有看，他皮有看，是哦，他皮有看，他皮有哦，他皮有看。台皮欧卡，是吗？台皮欧卡，他的音调怎么这样？哇，好开心可以看到罗马拼，台皮欧卡，都是平的吗？台皮欧卡，珍珠奶茶，台皮欧卡。珍珠奶茶，塔皮欧卡。我以后要说，我今天喝了塔皮欧卡。哎，喝我之前好像学过，哎，忘记了。我只会塔杯。啊，喝是什么？什么咪哦？什么咪？忘记了。塔皮欧卡。No me， 不是，哎，对，不是 no， 哦 ，no me must 吗 ？No，no mu， 我这两个学 no me must 是 no me 吗 ？No。飲みました。哦，飲みました。动词一定是无结尾。飲みました。慢慢来，飲みました。哎，刚刚那怎么念？他什么的？他皮又卡。タピオカ飲みました。ます。哦。好。タピオカ。哦。飲みました。哦。我已经数完了。好难，我也觉得都好难哦，好难。タピオカを飲みました。おやすみ。我只会讲这些，我只会讲日常对话。学生です。タピオカ飲みたい。はあ？
普拉德斯卡，伊库拉德斯卡，大意就是想哦，大意，怎么念？タピオカのみたい。好，普林讲，爱，爱，谢谢阿本带你去流浪。对，我要被那个了，我要被爱达嘎达念拉走了。OK， no， 他比我靠农民带。哦，爱达嘎达就是爱泰的过去式。过去式，那好想见你，好想见到你。那为什么是过去式？爱达嘎达。Yes， 所以我以前想见到你，现在不想见到你。还是我以前想见到你，但我现在已经见到你了，所以是以前想见到你。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哦，了解，我想了很棒，现在不想。然后嘞，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什么？我愿意吗？我愿意。哦，君のことが好きな好きだから。我在唱歌，我也觉得。君のことが好きだから。君のことが好きだから。好，这样好像都念错，我之前都不知道念什么。君のことが好きだから。君のことが好きだから。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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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因为喜欢你，没什么道理，嘿。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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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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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意是可只因为喜欢你，没什么道理。噔噔，又露戏骨。
君の口が好きだから。哦，因为喜欢你的事情。君你の的の口事情喜欢他卡拉他卡拉，好，日文好难。我们决定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我们决定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大家下个礼拜见。Siri， Hey Siri， Hey Siri， 下次什么时候直播？我没办法在部上帮你处理。下次 ，Hey Siri， 下礼拜什么时候直播？我没办法在部上帮你处理。为毛？我没放吗？我有 Siri，Hey Siri，Hey Siri， 看行事历，下次什么时候直播？下一个预约在下星期四19:30，名称是直播。他终于会了，下礼拜四7:30，对，再一次 ，Hey Siri，Hey Siri， 下礼拜什么时候直播？我不清楚谁受邀请，预约没有列出任何人。Hey Siri， 下礼拜几直播？下星期一到下星期日没看到你有任何几直播预约。不是几直播，是直播。Hey Siri， 下礼拜直播。我不清楚谁受邀请，预约没有列出任何人。他好笨哦。我不知道啊，但他一直跳出行事里，然后又说我什么什么预约什么什么。好啦，反正下礼拜就是下周四哦，7:30。对啊，之前就可以，他现在不行了。我上次也是这么问的吧 ？Hey Siri， 下次直播什么时候？下一个预约在下星期四19:30。他会了，名称是直播。他会了，好，他会了，那就是下礼拜四的7:30，请准时收看布丁的直播。然后这礼拜六日，希望都能见到大家 ，P 组的 fan meeting and 4周年演唱会。那是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哦，希望大家健康开心。那我们就表演见喽，还有下礼拜四哦，拜拜。拜拜，拜，再问一次 ，Hey Siri， 下次直播什么时候？下一个预约。他会了，我知道，我以后要问他下次直播什么时候。好，今天直播到这，谢谢大家，拜拜。